해와 달, 그리고 다섯 개의 봉우리, 왕의 그림이라고도 불리는 작품입니다. 왕이 어디를 가든 항상 왕의 뒷배경을 차지했던 그림입니다. 이 그림은 아직 미완성입니다. 왕이 비로소 앞에 앉아야만 그 그림이 완성이 된다고 하죠. 2016년 페이커의 마지막 월드 우승이었습니다. 상대는 다름 아닌 룰러였죠. 2017년 패배를 딛고 다시 일어선 룰러는 끝나지 않을 것 같았던 T1의 황금기에 막을 내립니다. 그때도 약간 SKT라는 팀 자체가 몇 단계 더 위에 있다라고 많이 느꼈었는데 페이커 선수는 높은 곳에 올라가려면 늘 마주해야 하는 벽 같은 존재였었어요. 그때 페이커 선수를 꺾고 트로피를 들었을 때는 세상에 있는 거 다 가진 기분? 내가 주인공이 됐다라는 생각을 많이 가졌었어요. 안 좋은 영향도 많이 줬었다고 생각을 합니다. 오만함, 자만심도 많이 있었던 것 같고 무조건 우승해야겠다는 생각 때문에 좀 더 저를 잡아먹었던 것 같아요, 제 자신이. Ruler no longer in GMG while he has been for so long. He's transformed JDG into an even more complete team. 룰러 선수가 상혁이 형, 페이커 선수한테 한 번 큰 상처를 줬기 때문에 상혁이 형을 도와서 룰러 선수를 이길 수 있다면 좋을 것 같습니다. 2017년 룰러 종결了 T1 的完成在今年会终结韩国中单的完成 다들 룰러 선수를 어떻게 막을 거냐고 물어보시던데 막는 게 아니고 부셔버리도록 하겠습니다. 去年输给 T1 以后，心里面一直想着复仇。今年四强再碰到 T1 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命运吧。京都 아직 아무도 이루지 못한 골든 로드 달성에 한 발자국 더 가까워졌습니다. 2017년에 그때보다 마인드가 많이 바뀌었다 생각한 게 운명이 이끄는 대로 최선을 다하면 높은 곳까지 올라갈 수 있다고 생각합니다. 그들의 앞엔 아직 넘어서야 할 산이 있습니다. 저희가 갈 길은 이미 정해져 있습니다. 룰러 선수 잊지 말아야 할 겁니다. 모든 길은 결국 저를 통합니다. 希望在世界赛的舞台上好像没有输给过LPL，但今年一定会是第一次输。 오랫동안 수많은 팀의 상승과 하락을 지켜봤습니다. 끝에 서있던 사람은 항상 저입니다.
自己的这强抓后排战术能够成功哦，把这个后排少数像三大坦克尼这类比较防守型的阵容是直接在边位上就直接处理的。我觉得这个左边的四边纳迪鲁斯很聪明，第一个是Carrier 还是保留着一个玩可能软辅这种射手辅助的可能，那如果右边他要配凯撒的话，要破解这种射手辅助最强的辅助绝对就是纳迪鲁斯，所以他在这里直接按掉了。是这里的封锁非常的迅速， T1 在禽兽上面已经抓到了 Missing 的角色，但自然的差雅在来自八强甚至是瑞士制的过程中极为强势的 AD 直接落在了是京东甚至就是 Lula 的手中。哦，进加巴德吗？ OK、哦、直接出招，这进零啊，就是在本次的世界赛完全没有选过，而巴德 Carry 啊露出了浅浅的一抹微笑，这里要用最后选一个硬斧，但这样线上可能前面就会挺不舒服的。第一个是进他之前有一个出装套路啦，因为有点久没出了，他也是可以出一个什么是多兰戒，然后疯狂推线，然后让巴德有一个很好的游走空间，这样就能够设法的去配合可能 Faker 的装路，再更好的去压制 Knight 的这个阿卡丽。但是点了哪一个技能呢、啊？瑞尔已经来了，三等在后面并没有被看到，三九非常的危险。欧呢突然从身后来到，应该是三六九，看起来也不想交闪，先被连续 C 给控制住，知道自己死定了，选择用自己的火烫来去换一点血量，但最终很无奈，还是得倒在莱斯宙斯手中。而中路也已经出手，卡拉比尝试的进攻，但并没有打掉 Faker 的闪现。卡拉比反应很快，在看到上路Owner 一露头，就马上去知道自己上半部野区已经空了，马上去中路做一个 gank。是哇 ，Faker。自己要回家了，在回家之前骚扰你一下，哦 ，Faker 大喜，好开心哦，免费的，免费的两杯啊，两杯啊，啊，这边基本上因为三六九推的位置太深了啦，而且这个河道没有放眼，所以这个位置基本上是必死的。是，而且以他的判断来说，如果他刚刚确立了上半部的蓝 buff 没开，而他并没有自己野区被入侵的想法，去消耗了一下 Missing。对，但主要是中路 Knight 是补完说，哎，开大往前追击三六九。这里闪现选择不交，只交了一个点燃，但直接被宙斯给 solo kill。今天的开局是 3-3-3 啊 ，3C nice 死了呀！再来看一下，被练到，然后这里是 Q one 有砍到，拉回来再砍。他是有闪的，但是他知道闪会被跟闪，闪会跟闪，所以他这个闪其实扣着的话，可以以防下一波的 gank 啊。是，但他就选择不交。而宙斯在杀完人之后并没有表情，另外三六九。嗯，这他们选择比较少的。我先来看一下中路位置，原地自转 Faker。这里先把奈德给卷开，而下半部的位置也是坐车过到来自路的后方，下来自古拉奇的狙击秀，危险，来帮挡 Missy， 比三六九好很多，而且三六九是被推线的。但三六九这个大绝如果撒得好的话，效果还不错。但这个窄口打起来，宙斯开大往前一砍，凝脂命运直接定到了三人，球直接放好，直接锁头，后面位置冲进去 ，Owner 也做到了 DC 的控制，三六九在后面开了大绝，想断一下对手的后路，宙斯残血进来砍死对手，回了血，使上了点燃，只有三六九直接烫死，但三六九也过前面，直接被古玛游戏一趴，一发爆头直接爆掉。后面京东三人很尴尬，只能在这个小龙池子里面，预示着池子里面在遇到了来自古玛游戏的进攻，搭上了 Carrier 的坐车来到上面，将对面京东收下四个成员。其实那关键的是巴德的大绝，先把对方控制住，让 Owner 能够踩进去，甚至 Faker 的球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塞在对方的脸上，但刚好像稍微看出，就他的球是后面才吸的。你看这边先吸，然后搭配到这个队友的伤害。然后这里其实姑玛就是慢慢的做拉扯，因为位置的关系，三六九其实不太能够进场。那 T1 就靠着中低比较好的位置这边做拉扯，其实京东的人都因为地形的关系很难出来反打。哇，这发狙击开始了，在门口开狙，哦、而且这个是他是没有视野。哇，然后这里在做传门上去，再抓。哇，这最惨的是三个交闪现，只跑了一个。我觉得他们后面有点犹豫，因为如果第一开始第一时间交的话，对方而且一般在打这种比赛的时候，选手们都希望我的闪现要交的有价值嘛。来到上半边，一拳草丛的对面，卡纳比终于抓到了机会，鱼叉开始加过热，三六九往前的追击，卡纳比这一波上野的联动直接抓到了宙斯，这波悬赏金是给了出去。其实觉得今年的 T1 其实在对线起特别着重，然后再利用对线起的优势，滚击雪球能力也特别好，要被 TP。宙斯从后面要来，吃小龙的速度京东并不算快，冲进来的要抢直接抢到，远方自闭伏笔也正面命中了，在小龙之前卡纳比跑不掉，京东人员只能赶紧的撤退。大绝流人出手，比比虽然走位躲过，在下一个宇宙制约是直接被定在原地，只能看一下自己的经济意志才可以跑掉。
哇，这一波牛的大没了。哇，对，京东很伤哎，因为蓝宝是被叫下来要打这波团的，结果这个龙是被 owner 给。我在右边 owner 想要进去的入野抓个人，殊不知京东三人早就在草丛里等待着他，非常尴尬。owner 身上有点燃，三六九继续的雇人往前的追击。owner 吸了一个大琼女，再转两个 faker 救援 ，Kira 也到右边来进攻，这波想收人头 ，Missy 选择往前一把 faker 给打开，想要牺牲自己，但前面的三六九还是被击杀，而 Missy 的麦反而是添加一颗人头。巨大，哎，来喽，开始跑喽，跑现在14分钟。打绝中，命中三六九的闪现剑，就差一点，咪咪还没好，被名不显灵给挂上 Q 三，一砍蓝宝直接原地起飞。再次提醒哦，今年只要水龙刷一只，就会有一个这个公益活动啊 ，Riot 会来捐款来保护一下水环境。直接 TP 下路，狙击要开始抓的是卡纳比，但第一发并没有命中，卡纳比已经远离了狙击范围。不过 Kira 还是做制约，将卡纳比钉在墙上。我们想继续追击，不过卡纳比他自己的一个蓄力权。这个预示者后面还有一个厄萨斯，宙斯已经来到了后排这位置，有点天神下凡的味道。京东人员并不知情，只能继续的开着小龙，想要孤注一掷。但正面的位置非常危险 ，Kira 也在蠢蠢欲动，看起来想要尝试用自己的凝脂命运来抓一下对手的人员。正面小龙不敢开，京东人员选择拉开先行抓一下对手的位置，不太敢，看起来是能知道后面可能有人的。京东赶紧拉开，但这样小龙整个好的位置要被 T1 给掌握住，同时来了 Kira 直接站在对手面前再做客车，都是 Lula 坐车过来了。被留在原地，必须大绝先跳起来。但这反而是一个包围网，有机会闪现到塔下。但宙斯在塔下，终于 all in， 有心魔剑。宙斯在塔前，终于把宙斯给抓死。但后面有个 TP 要来做包围，同时 T1 人员也来做包围网，但伤害看起来不太足够。多人上车，但有个人没上到车 ，owner 被留在了原地。后面三个虽然赶到，转到了三个，但伤害够吗 ？owner 扛住了，在左边的位置 ，Knight 已经开始输出要抓。古玛奥西利用了球果逃命，但 Knight 还是用这个闪现继续的追击。古玛奥西拉开正面位置 ，owner 的限制。直接打在前面，当做了是古玛奇的盾牌。林行选择往前的挺进，但古玛奇并没有问题，还可以继续的追击。后面还有贝克做包围网，警动人员。现在中跟辅怎么办？能走吗？贝克断了后路，林行的技能看起来像往贝克身上招呼，但贝克还可以拉着。林行再次的赶到，这波正面命中，奈特还有烟雾弹，这边往左边走，一下没有办法躲烟雾弹，林行很尴尬，他左右找不到目标 ，come on， 叫不出来倒地。后面飞机的奈特也被古玛奇给一枪击毙。哇，空间，那这里赶快回补之后，还是有机会来打这个龙。前期的开局看起来是京东赚了吧？是抓死了宙斯哦。这里不确定 Lula 是跟队友沟通好，就是直接做传门，把距离拉近之后，然后配合飞艾直接往下抓宙斯这个点。其实这个选择是蛮果断的，而且执行的也很成功。但关键的就是京东他只有一波的爆发，他们把所有的伤害、所有的招式都灌死了宙斯之后，他们有点后继无力的感觉。后面 faker 一来，又是 owner faker。对，哇，这个中野这个 combo 打起来的话，其实京东就有点难受了。是，哇，右边 Lura 打不了，只能被 faker 赶跑。而重点是最后还是死了。对，然后这边后面古玛很漂亮，用闪现躲掉阿卡丽的一技能。那后面就是等到 faker 到，然后慢慢做拉扯。是哇，这是来自 T1 的 ace 哦，京东。在这一波野区的小龙团战是失去了自己五名的成员，这里位置拉得很极限哎，完全没有给 Missy 任何 WQ 的机会，然后这里就是顶一下拉开，然后继续拉扯。是瑞尔跑到了草丛里，所以 Missy 也丢失了视野，他从到尾就是一直在绕，没有任何 combo 交出来的机会，被直接拉扯，距离拉扯拉死了。我觉得重点是 owner 他卖得够好，就算刚这我们不能说趴树，但只能说确实微乎其微。Missy 被留住在塔前，还有个坚定一只，但他只有一等。减伤的效果能救他吗？球迷转所有大绝往 Missy 身上招呼，这头韩牛，哎，这在韩国可能吃个韩牛没有什么问题。直接是把 Missy 给击杀，下半边位置又是 Kira 晕眩留住 Knight， 就算在烟雾弹里面还是吃到了大量 CC。左边位置卡拉比尔进场搭上自己的一个火焰，抓到了后排，那一个凝脂命运救回来，旁边刚好 Missy 没有被凝脂命运挡，但还是被给烫死。后面二杀四来了，宙斯天使下凡开始往前的追击，名不见经挂上，那就非常的尴尬，能走吗？被拉了回来。右边 Missy 进场想救援，但正面位置只是延缓了一下。对面的进攻让自己的队友可以撤退，而左边位置 Knight 虽然绕背，京东已经把招全部 all in 在同一个身上，那另外的两个核心就没办法处理了。是，哇，这是预判 ，Kira 知道他会交一，所以他的 Q 技能是放在他交一的位置上。对，但京东这波打的其实也很聪明，就是这里的沟通很到位，就是知道要 all in 这个没有闪现的进，那最后就成功收掉之后，但处理不了这个厄萨斯。但这个凝脂命运也很扯，就是他定到了两个进场人，没有定到苦哈游戏。其实正常，我觉得应该要就全部定到最好。对对，就是包括把镜都保下来，那说不定镜他可能在起身之后马上做传门走，还有机会还可以走。对，但京东这里握有了视野的机会，阿卡丽上面直接拉开，很聪明。这波但。
最后京东选择粉眼先来，一万人赶紧过来追击，跟你追击卡拉米有闪现，但他没有交到，直接被正面给留住了，再选择了这个结束交了一个闪现，有个蝴蝶你可以抓宙斯，宙斯被整个集火，但他一刀又回满血，正面 owner 开始吸人，吸到了三个球，又转三个 faker， 右边进场开始收割，宙斯裂开残血，蓝宝三六九跑不掉，宙斯大下 triple kill， 这场比赛看起来在这一波团战挖下据点啊、看牛顶不顶得住。因为是一个零换四，还有牛也倒了，牛也死了，哦、死了想吃寒牛、哦、是吧？那没了，那好像倒了耶。这里 T1 24分钟，而且是京东主动选红方的情况下 ，T1 有一波的团战，准备要先送京东落败一场。来不及，来不及。哎，这里有进的第四枪，感觉可以直接 A 到底了，直接 A 到底。没错，京东第一个复活的来自卡纳米跟牛两个人冲出来，但 T1 人员直接 A 出毛，没有，他们要杀人，宙斯再开通一个 Q3， 直接把飞过来卡纳米给秒掉，再砍掉珠宝 ，T1 拿